好，390万英镑的两房，它的地理位置呢是靠近 St. James Park， 属于威斯敏斯特非常好的一个地段，有名的一条街了。那这套房子进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部的格局。一进来，在这个 landing 的右手边呢是它的客用卫生间。那这个长方形的起居和用餐的空间呢，它是一个通透型的长方形。那边呢是两扇窗户，这边呢是一个室外的小露台。小露台的这个空间还是比较 generous 的，你可以放一个圆桌，摆几把椅子。这个在市中心的话呢，其实室外空间比较稀缺。客厅呢，它设了一个中央岛台，所用的都是米勒的配套设施。岛台很长也很宽啊，全部打进去的这些现代化的米勒的烤箱、微波炉、冰箱、冰柜，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。足够大的起居空间。这扇门的后面呢，就是它两间卧室所在的地方了，非常的紧凑啊，两个卧室套间。咱们来先看这一套，衣柜，阳光可以洒进来的卧室，这个的感觉是非常棒的。我们现在是属于中午吧，12点左右。卫生间呢也非常的棒，是一个明卫。这个卫生间呢就是淋浴，那我猜想另外一个卫生间呢就是浴室了，浴缸了。这是另外一个主卧，主卧里呢它打了一个可以走进去的 walking wardrobe。 主卧呢也是有这个小的一个露台，你可以出去透透气儿。不过蛮好的，它做成了一个干湿分离，所以浴缸、淋浴这个一定都有了。那这套的室内使用面积呢是1350平尺，120多平米左右的样子。